什么灯？庙这里灯都没有啊？那你今天当第一名呀、啊？每天都要求要当第一名，当第一名可高兴了。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，今天回娘家来了，然后顺便给大家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李子现在怎么样了。这李子已经开始在籽了，这个五月翠，看着还可以，待会儿我去尝一下，但是现在还不能发，还没有成熟，就完全成熟吃也可以吃。待会儿看了李子再回家看一下我们家肉。哎，不知道我今天带钥匙没有，待会儿回车上去找一下。这些那种香秧的地方，香秧的地方它就要特别甜一些。我来先尝一个来。味脆它就是又脆又甜。这个就是要不用绷着这个，一直好吃些，就是那种土的色。这人家不啥酸，你现在怎么吃？感觉吃的还可以了。你看这边看到我水库，这边这个是好吃。你那的样子好吃哟、我看山上山顶上那个，我看好雾的比这个还凶嘞。那它没这个味道，没得这个味道好哈。你吃了，我没吃，我就刚刚下来的时候我没去尝。这个就是，我感觉，你看，都好红，好土哦。但是还差几天才得行。上次伯哥说还要等到月底20几号，我看这个样子，等一个星期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要不到一个星期啊。就是要再硬一点点。这在那边还漂亮。那边啊。这是山水山的，你去了不？我觉得还可以。散会了哈，说不完你来。你还说等到月底，我还要跟人家说，还月底人家都在问我，我说要等到月底去了，我看那个造型再跟几天都得行了。这个礼拜就这两三天过。礼拜都得行了。应该明天就可，明后今天这现在都可以发，因为你只能在这两三天。得把每一个空空的坐我两三个坐在里面。那不是最后头这一批是坐到里头有空屋了。啊，他们可以每一个人三个一个，两个人没得并排得行不哟？得行，没得问题。两三个的无所谓。我去给找个。那你这样整的，今天坐着都卖好多。坐着的时候每个人坐我两三个。我还要发几天多人，发几天多人嘛，进去折嘛，只要一个，后头装两三个哟。我们自己折，可以上下噻。你看，我跟你说，拿他的钞票要发给你。你这个是吧？啊，我今天要发。又得抓一桶两桶。今天我要发40件，折80个。对，你一个人没给人家翻个两个、三个都不说，你没给人家翻，可能人家太狗了，对不对？老板太香了，就多放两个。多少钱的？我们先上山去看下李子。等会儿看他们再商量哈，不能给我们涨价，涨价了我们那个哪能整啊？这边的子还是可以，你看这一点给他们今天到多肉的先给他吃到肉，管他谈不谈成，我们先吃几个肉。哎呀，那两个的胖子才漂亮。跑到山顶上去。我这个裤子就是不啥这样的样子。你尝一个嘞。上面这个还要弯一点点高。这时间弯一点。我尝下看咋样？我都吃饱了。这个每个尝一下，我今天回去就不用吃饭了。这两个还可以，这个也大个，但是这个粉肯定会掉一点点，这很正常，不影响口感。至少在树上肯定有粉。你看，这些满满一袋子还要装，今天要发40件多肉吧？今天一80个，要摘80个。好甜，大了。嘎嘣脆。没有，娘刚刚吃那个就是嘎嘣脆，有的树上它会有点口感会有点不一样，很正常。
嗯，对，我口袋已经装不下了。嗯，一把折了一坨。多肉，都放的多了，我这两天都节俭卫生了，我有地方放了，我不着急。你看看这里，看看这栗子，每年是最热的时候了。哦，够了，够了，剩多了。哇，开始预售。嗯，你们这是。走了，俊杰，拜拜。拜拜了。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可怜啊，没带钥匙，只能趴在这个台子上面看。里面是金灰色的红边边了。哇塞哇塞哇塞，这个高山之翁才漂亮，老远就看那红火火的啊，就是从外面看有一点那啥呀。不着急，如果那个价格谈好的话，每天都可以回来看肉肉。前一段时间帮我整理了一下，这又长出来了，这就是地栽的悲哀呀。这儿回家了，待会儿打包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李子怎么弄。那我们刚刚拿回来这个李子已经装好了，待会儿用卫生纸再给大家这样裹一层，裹一层就轻轻的放在表面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的包花大军，到时候还要给大家放这个万年草还有紫米粒。